他的阳光乐观、积极向上感染着每一位观众。小新真心佩服，无论是网暴还是严密跟踪，他都在默默承受着。也许有人认为这些没什么大不了，可肖战处在暴风雨的中心，日日月月年年从未离开过，这并不简单。若说粉丝识不清楚，只是胡乱猜测，人云亦云，那么那些业内呢？某汪姓编辑三不五时得点名肖战，拉扯羞辱，以粉丝行为偶像买单蛊惑人心，引导争议。某王姓前同事呢，手段亦是层出不穷，一部三年前播出的《陈情令》却经常登上热搜，开播有周年纪念日，主题曲有周年纪念日，杀青有周年纪念日，挂蹭流量丝毫不顾忌脸面，用作品挂蹭还有点底线。五月时竟把网络维权也拿出来磕糖，因为生活规律简单，而鹤立鸡群，因为自律肯吃苦，被人嫌弃孤立。好在这只是某些人的所作所为，肖战，既然半山腰的风景不适合你，粉丝们愿陪你登上高峰，相信山顶一定有更好的风景。